哇！到時今集咧又話齋水啦，齋水，好耐冇見。卓志，你知唔知幾多人投訴我哋？係啊，唔請你上去。冇，因為齋水。整個選擇六係咪七八月冇去香港？六七八都有時間唔喺香港，大部分時間環遊世界。即係唔好咁講，咁啊發咗啊！最後發覺垃圾始終在香港。環遊世界，垃圾始終在香港。細個成日唱嗰首叫《垃圾最可怕》，垃圾最討厭係嘛？人人都憎你呢個垃圾蟲，因為垃圾蟲就喺香港特區政府，由林瑞麟到唐英年，然後到呢、這個。曾偉雄由上而下倒垃圾，咁李克強嗰啲算咩啊？李克強嗰啲算咩啊？李克強嗰啲係中國大陸嘅偉大高官咯，高鐵式高大威猛，速度驚人，超人驚人，隨時撞死嘛！你最尾撞死佢，係啊！你最尾，所以唔好做狗，做狗咪撞死咯。點啊，齋 Sir 想冇好意思，其實今日冇乜，唔係幾好老皮嘅，不即係你知啦，即係尋日咁睇完曾偉雄嗰啲嘢，真係想打爛電視機咁啊，大佬！但係而家啲電視機步步都成幾皮，點敢打爛啊，大佬？係咪啊？咁所以即係唯有想喺呢度發泄下。你以後咪買部平嘅，擺喺間房嗰度，有需要、啊、我都準備㗎啦，準備去阿廟街買啲幾廿蚊嗰啲咩真空管電視，但係我驚打爛嘅時候又會著火啊嘛，係咪？即係因為太火啊嘛，見到係嘛？咁但係即係總之翻嚟，本來即係其實即係我哋啲人比較關心全個世界各樣嘢嘅啦，即係本來就即係好多感受，因為翻到嚟先見利比亞先至搞，差唔多將人搞掂，係咪？搞掂啊！咁所以咧就即係本來想由利比亞開始講啦，講到呢個反核，然後先再講到呢個菲律賓啲咪第三世界總統，佢自己都自己改埋名話俾你聽，佢係第三世界總統，叫阿基諾。第三世界總統咁呢啲阿基諾第三世界總統，佢菲律賓啲咁嘅第三世界國家，本來就不值一哂，點知佢就即係傷害咗我哋幾個同胞，就令我哋好傷心啦，係咪？就唔知傷害我哋幾個同胞，其實係完全侮辱香港人啊！但喺侮辱香港人嘅時候，你偉大祖國咧就竟然係清朝式嘅弱國無外交 ，A 都唔敢 A 咁，即係你啊嘛！你一個所謂超級大國啊，而家。A 都唔敢驚，佢幾肉酸係咪啊？即係上輸呢個胡錦濤。點解佢有咩？佢有咩痛腳揸住咧？俾菲律賓、菲律賓後邊就係美國啊嘛！菲律賓就係美國嘅走狗啊嘛！但係佢都唔使驚美國㗎，中國。切！你話佢唔驚，佢嚇到瀨尿啦，下邊算啦，唔好講佢真係火滾。即係但係總之，即係菲律賓嗰個咪翻到嚟，最後曾偉雄話俾你聽，一年咁大把，只要換一個咁嘅垃圾，係咪啊？即係 what a fucking！波吃爭哦，你講錯係咁要講啦、哦。我而家係順便係教大家通識。第二條你嗱，你同我林旭華交代啊，即係要教大家通識，就要教大家乜嘢情況底下應該講粗口。係 OK 係咪啊？應該講粗口，粗口唔係一啲錯嘅嘢嚟㗎。如果你係一個好極度震怒嘅環境，你唔講粗口，咁唔通你準備用暴力咩？我就係唔想用暴力，所以咪要用粗口鬧佢咯。係咪啊？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你話香港成功一年時間裏邊，香港公安變成菲律賓公安，再追尾變成呢個大陸人渣公安，即係呢個悲劇就喺呢度發生。變形金剛咁進化，變形公安啊，變形公安進化緊啊，成件事。即係呢個係好可恥嗱，咁我首先由我好快咁由呢個利比亞開始講，咁即係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即係利比亞咁，你睇到呢個國家即係其實人民好慘啦，40多年俾呢個卡達菲統治，咁即係所以啲人民有啲都話咧，即係出世到而家就係卡達菲統治到而家，咁啊終於有一日咧，即係而家翻身嚇。咁當然啦，利比亞翻身啦，全世界最驚咁由我哋偉大祖國咯，係咪？你啊撐利比亞撐到今日，咁你諗下利比亞都會咁下場，係咪？呢個卡達菲如果再負隅頑抗嘅，佢個下場就會好悲慘嚇，因為俾人亂槍射死嘅咁樣。咁你自己國內嗰啲咁嘅獨裁者，咪自己諗咯。是咪啊？你啲國內獨裁者嘅走狗亦都自己去諗。係咯，如果利比亞可以，點解中國唔可以啊？遲早可以啦。不過中國人即係基本上係比較怕死，同埋比較冇經驗。即係喺1989年嘅時候冇乜經驗。你而家睇下敍利亞就係下一個啦，係咪啊？敍利亞佢係鎮壓足幾個月嘅，你諗下，即係將六四天安門事件拉長半年咁樣玩。
咁啊，但係半年人民都係前赴後繼，最後一定係手軟，獨裁者一定要遲早跪低嘅，係嘛？到時跪低呢個阿薩德，嗱，佢個名啊真係改到正一正，薩德嘅呢條友，係咪啊？佢係阿薩德咁，佢自己殺人又殺德，但係遲早又佢又全部俾人殺德嘅。咁呢個阿薩德即係話咧，一定死無葬身之地，冇好下場呢種人。好啦，但係咧，即係睇住呢啲咁樣嘅嘢咧，全球不公義啦。咁啊，個問題就再翻嚟係咪啊？再翻到嚟就係、是、本來喺加拿大嘅時候睇住呢個高鐵撞車，即係你就即係令到你對於偉大祖國所有嘢你都真係零頭，你唔知道後邊係咩嚟㗎係咪啊？即係好離譜啊！好驚啊！即係你喺大陸唔食得嘢係咪？我啲親戚喺深圳都話唔食得嘢咁樣唔敢出街食嘢啦已經咁啊！但係即係唔止咁，而係話即係點可以咁醜嘅嘢可以做出嚟？即係嗰個攞命嘅地方係醜啊！即係而家我哋中國人已經進到一個嘅地步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係一個超級大國，不過係一個醜國，咁即係變成一個叫超級大醜國。咁醜到你啲人民冇辦法擁呢個政府，即係話冇辦法承認自己係中國人，因為中國人係一種恥辱嘅明星嚟噶嘛，唔係因為你揸住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，話唔係因為你揸住無數咁多人民幣，你就唔覺得自己醜，你根本覺得自己好醜，因為你根本就冇辦法面對呢個世界。嗱、啊、好啦，如果用呢一個角度嚟到，好啦，你跟住咧就難兄難弟出個醜佬菲律賓嚟到同你鬥醜鬥核突。係嘛？咁啊呢個咁嘅阿基諾就講埋啲咁嘅超核突嘅嘢啦，傷害人民感情唔講啦，傷害我哋香港人嘅感情唔講啦，但係咧，你對住佢咁嘅傷害，除咗人質家屬係嘛，即係嗰啲 survivors， 佢嗰種痛苦我知道我冇辦法明白。但係咧，我只係話我係作為香港人，除咗感同身受，我唯有抽離就恥笑佢，恥笑佢有呢條咁嘅契弟啊！阿基洛三世呢個咁嘅契弟，佢影衰佢老豆阿基洛，影衰佢阿媽格拉桑，係咪好啦？而家問題唔係咁啊，而係話呢一條咁樣嘅契弟咧，佢攞命嘅地方就係話，佢話呢個成個人質事件係非人力能夠挽回噶。咁你話你可以點樣答覆佢咧？答覆佢唯一嘅做法就係話用講，用笑話講就係、是。即係我派個殺手嚟，我派個殺手如果衝入你個會場，蛇瓜咗你之後，跟住上堂嘅自辯就係、是：，佢死係非人力能夠挽回嘅，即係唔關你菲律賓警察有冇做好保安，係咪啊？最後就 act of God， 係咪？你而家用我同我講 act of God 嘛？其實我舊年咧，啱啱嗰陣時人質事件發生之後，就搭菲律賓航空翻嚟，咁結果我喺機上咧，立曬所有菲律賓組織嚟睇。我其實咧就因為太忙啦，我睇足一年，到我今年去呢、這個係啦，真係一年前嘅報紙咧，我帶翻上飛機去加拿大睇，真係帶翻上飛機去加拿大睇。點解咧？因為我要睇明呢個國家點樣咧，睇明呢個國家咧有啲嘢係香港人大部分唔知道，我講下俾大家聽。菲律賓呢個國家點會搞成咁咧？就其實同呢個貧富懸殊好有關。亦都同基督教嘅虛偽好有關，嗱呢個就攞命。天主教同基督教都有一種虛偽性。嗱、okay. 呢種虛偽性咧，大家如果係天主教徒同基督教徒咧，你一定要明白。希望你明白就係你真係做耶穌嘅門徒，唔好做虛偽嘅教徒。嗯、因為係好核突嘅，就係話咧，嗰啲虛偽嘅教徒咧，學咗一套語言咧，講咗嘢好好聽、好靚，但係永遠唔會做出嚟。咁你我攞曬啲菲律賓報紙睇完之後，我就會發覺呢一樣嘢好恐怖就喺嗰個過程咧，已經人質事件發生咗，但我揸住嗰堆馬尼拉報紙啊、菲律賓報紙，輕描淡寫咁提人質問題，然後咧就有一大批嘅嗰啲專欄作家喺度呢度品評嗰度品評，即係好似嗰件事同佢冇關咁。嗱，如果你睇翻轉頭咧，你話然後咧嗰啲文章寫得非常之靚。嗱，呢啲就係菲律賓嘅悲劇，一個真正嚟講貧富懸殊嘅社會，裏邊嘅嗰班所謂嘅精英同有錢佬咧，佢哋咧得把死人口，講一大堆好靚嘅嘢，但係實際上乜 Q 都做唔出，真係要講乜 Q 都做唔出，任何少少嘅公義慈愛都冇，所以點解個國家搞成咁爛？啊，爛到不得了，所有嘅女人要做菲傭，唔單止嚟。香港呢啲咁樣嘅所謂先進地區做菲傭啊，連去到中東
杜拜啊，佢都會去嘅，即係話咧，北部嗰啲天主教徒就過嚟香港啊、台灣、亞洲地區，即係唔係幾回教嘅地區做菲傭。南部嗰啲咧就係嗰啲即係文達拿俄嗰啲咧，就會去馬來西亞，一路去到中東。我去年去嘅黎巴嫩同敍利亞做菲傭咧，哇！黎巴嫩、敍利亞都有菲傭，你話悲唔悲劇？特別係黎巴嫩。咁你話悲唔悲劇？即係一個國家要自己嘅人民咁樣受苦，而個國家嘅嗰啲所謂嘅領袖，包括呢個阿基諾，只不過一個傀儡，係一個垃圾傀儡嚟，知唔知？只不過係一個垃圾傀儡，佢完全乜 Q 都唔識，只不過係揸住老豆老母嘅名就上嚟。咁所以咧，係全部俾人咧扯線公仔咁扯，而佢自己亦都係一個爛口嘅人，即係話咧。乜都唔識，對人民冇同情心，先至可以笑住喺度講你嘅人質事件，然後仲要扮嘢。嗱，咁呢個嗱，我哋即係唔再講佢。即係我唔係想強調我哋要去，我哋唔係嗱，我講明，我哋唔係去歧視菲傭。我個人其實係基本上贊成佢有最低工資同埋有呢、這個有呢個居留權嘅。你一個社會，你嗰班人幫你做咗二十年嘢，你都冇居留權俾佢，你係冇善待你個鄰舍。如果你係基督徒嘅話，你真基督徒嘅話，你一定要明白呢點。如果唔係，你唔好學人做基督徒，你真係冇讀舊約。好啦，這個唔講。但係翻嚟就話，即係呢一個國家咁難，話俾你聽乜嘢叫第三世界？問題就話俾你聽，我哋香港人而家住緊嘅北邊係第三世界，而我哋香港亦都係所謂 fast tracking into the third world， 我哋快速進入第三世界。咁我哋最明顯嘅例子就係我哋有唐英文、唐人式嘅英文，所以有 complete rubbish 呢啲咁嘅英文。好啦，然後有林公公呢種咁嘅人，然後有一啲咁樣嘅秃头僧。秃头僧呢啲咁样嘅垃圾嘅所谓警务处长，唐英年系基督徒咩？我唔知道。唔系，天主教徒。即系我唔知佢，唔使理佢系咪啦。即系总之吓，即系呢一啲咁样嘅李兆光人渣式嘅人，点解会喺香港社会？个问题就系个悲剧就喺呢度啦。如果我哋唔面对呢一个问题嘅话，我哋香港嘅人嗰啲质素直线下降。係嘛？直線下降，即係話咧，你由英國人嗰度學翻嚟嘅嗰些微少少嘅文明，都好快敗家式嘅敗曬走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嘛？即係所有嘅些少文明係咩？譬如呢兩日我聽翻嚟聽嗰啲新聞，有啲觀眾打佢，嗰啲觀眾係垃圾嚟嘅，佢哋自己唔知道自己垃圾。佢講嗰啲嘢話咩啊？你啲咁嘅學生，你唔識行第二條路嘅咩？你唔識乜乜嘅咩？點解你會喺度阻住人哋示威啊？唔係，即係你喺度阻住人哋。達官貴人活動，哇！呢啲咩諗法嚟啊？即係侵被，即係被外自我閹割。唔係個問題就係香港嘅上一代，其實香港呢個城市嗰個城格啊，城市個格，其實經過咗回歸14年咧，都一開始明顯。係明顯在咩咧？其實只係話俾你聽，香港人大部分人佢嗰種嘅水平。只是適合做殖民地的奴才。我講，我適合做殖民地奴才的格局，即係話咧，其實佢係冇一種大國國民嗰種主體性和自主性，佢即係佢唔覺得我是一個大國人。你做咩阻住我啊？我係譬如我揸住個 American 啊 passport 嘅，嚇唔係 passport 綠卡。我話我係要行呢條路嘅，我冇犯事，做咩阻住我行啊？係咪呢個係道路使用權嗱？是呢啲係一啲殖民地，所以香港是未經過後殖民地，即係香港係唔係就話香港係未經過解殖，是絕對只是一個殖民地式。裏邊大部分的人民，特別上一代，即係八十前的上一代，大部分人都真係夠膽講。八十後好先。我唔係想話，我唔係想話分裂個社群，但係我呢個係我自己作為八十前我嘅體會。香港大部分的八十前其實冇嗰種國際水平，覺得自己我是一個有身份的大國國民，我有基本權利，你做乜阻住我？有一位冇呢種咁樣嘅態度，只是永遠覺得，哎呀，阿官話要咁，你咪乖乖地接受阿官係咁咯。無論個官做嘅啱定唔啱，你總之你跪低，你就覺得自己啱。然後邊個唔跪低就鬧嗰啲人喎，啱㗎。喂，阿齋 Sir， 你講埋先。咁呢種係咪都好似係即係等於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個地步，就係大家都係好似嗰種，哎呀老細老細，你唔係呢個資本主義係後期啫，呢個就唔係資本主義問題。資本主義係十九世紀殖民地時代開始，西方國家人已經 develop 到佢嘅主體性，我係大國國民，不過我嚟殖民到你，你呢啲係二等人。
二等人和三等人就沒有充分人權的。是啦，所以就不是資本主義問題。因為譬如我兩個幾星期前，這個節目兩個星期前是啦，就有個法國朋友住了我家一個星期，我就體會到你剛才所說的那種的大國國民心態嘛。怎樣啊？大國國民心態就是不是好像香港人剛才他說的那些話，你打電話，為什麼你在做活動，你還要走進去阻住人家阻撓阻勢？你應該調回去想，我是人民，我是一個國家的主人來的。是啊，我在這間大學翻學的，我走進去為什麼你阻住我？你知不知道，你不要以為讀得書厲害，拿個教授或者拿個建築師，我不是說你。就好像很有學識，我有個建築師的認識的朋友，還叫他支持泛民那隻，他說shame on 呢個大學港大學生，點解佢覺得咧咁樣係搞事，有失體統啊？對港大支持泛民嘅，佢唔係啲左仔。港大就係搞事啊！你知唔知啊？你明唔真係有啲咁嘅人、啊？唔係有啲嘅，佢嗰個年代唔係有啲嘅，對唔住。八十前差唔多，我可以話十個裏面有七個仲係咁嘅人嚟嘅，佢係唔知道乜嘢叫做人權同埋基本人嘅尊嚴，同埋咧喺一個大國嚟講。任何的權力分子對你行使權力，他都要有一種合法性。什麼叫合法性啊？即是說個差佬，如果我現在準備來阻住你不准拍，他要出事，第一我是差佬，第二我為什麼要阻住你拍，因為你犯了什麼事。好了，任何不是這樣的人呢，即是他是 criminal， 他是罪犯，大家明白嗎？他是罪犯，即是說那個阻住你影相嘅差佬，嗰个愚难节差佬啊，见到黑影喺度挡住你个黑影，仲俾个黑影卡住嘅嗰个差佬咧，嗰个系咪差佬我唔知。喺银幕前面、镜头前面，佢系一个罪犯。点解系罪犯啊？你喺一个社会里边，你无情情阻止另外一个公民行使佢自己个公民权利，你咪系罪犯咯？點解話佢係差佬啊？你冇，如果照撈自己講，嗰個人由頭到尾冇出示過自己嘅身份嘅話，佢就係一個罪犯。喺西方社會，香港人嘅悲劇就係、是、咧，過去又成十年睇咗十年 CSI， 你都唔識嘅話，你慳啲，你唔好再睇電視啦，你唔好再睇明珠，你唔好再學人睇 CSI 啦。你睇 CSI 間中就會出呢啲 case。唔好再睇英超啦。系啊，唔好睇英超，唔好学人去做鬼佬啦，你咪去做中国人，你咪去做奴才，你咪去做哈巴狗咪算咯。你唔好学人做鬼佬。你知唔知香港嘅八十后同八十前最大嘅分水岭就系、是，基本上八十后大部分即系出得嚟行嘅八十后，出得嚟行，佢都明白我哋所谓一个有人权主权嘅人，其实应该系受到咩对待。所以佢先咁兴嗰啲差佬。因為那些警察是時不時就犯事，或者說不是，他基本是犯了事先，看看你告我告不告得入，你告我不入，我繼續犯事，是不是？我推了你入什麼先，然後跟著罵你說，喂，你說粗口，這些就是叫笑大天下人把口。首先就有林公公笑大人把口，你閹割自己不要緊，林公公你自己閹割自己，你就去閹割到夠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用鉸剪用刀去閹割自己不要緊，你不要閹割德國人，而是說德國人的遞補機制跟你一樣，即德國人火不火滾？現在的德國人不是希特拉時代德國人，如果不是你死無葬身之地，你被人割幾千塊肉都可以，對不對？好了，跟著就來一個唐英年示範什麼叫做 Chinglish。其實你們知道古德明先生已經在蘋果講了他的英文怎樣不對，但這個呢，這些是正途的分析，我們要由側面分析，你明白他的心理，你一定要明白香港人很多的英文叫 Chinglish， 包括被人在內可能都是 Chinglish， 你不用說拿我來笑啊，我現在就是想說我現在清水的時候解給你聽他怎樣 Chinglish， 他是用中國人的方式无情情将一个名词夹硬攞嚟做形容词用，而仲要用广东话式，明唔明啊？這个垃圾，完全系垃圾，完全系垃圾。咁咪译做英文咪直译 completely rubbish。咁佢咪从呢个表达去表达佢自己嘅 completely rubbish 咯。然后跟住头先喺呢个 RTV 入嚟嘅时候，有朋友话俾我听。他說整班政府高官都在這裡眾口一詞，說這件事件發生之後，社會輿論大部分批評政府的都是 completely rubbish。 這個才是拿命，這個我就要幫你分析後面那種恐怖。那種恐怖是什麼呢？其實這個世界
只有啲渣嘅人先至可以用咁 sweeping 嘅 statement 去話人哋對你嘅批評係 completely rubbish 啦。即係如果就我而家鬧完你林 Sir， 你又鬧翻我，我都唔敢直接即刻話你係 rubbish。我都要諗下你噏乜嘢，噏乜嘢垃圾嚇，噏完之後我就要喺垃圾裏面分析出嚟，然後或者咧要俾翻啲道理你啊，有個 point 你啱嘅。因為咧，你呢個對人嘅尊重就係咁。如果你成班政府高官眾口一詞，話全港嘅對佢嘅輿論係 complete rubbish， 呢個只能夠反映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十幾年前李鵬一樣出現嘅，就係、是、叫 Freudian slip， 佢自己係垃圾，佢個腦充斥垃圾，佢句句出嚟 ，oh complete rubbish， 咪就係即係證明後邊你呢啲咁嘅政府高官全棚都係垃圾咯。好，啱翻嚟再下一集，下一集再講啦。環遊世界，仲有環遊世界，放心啊，張 Sir。垃圾都市在香港啊。係啊，冇錯。下集再見。